快为金钟50按赞，天天送5000，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乐抽6万大奖。多位顾客依序走上电扶梯，但没想到就在下一秒，最底层的这块电扶梯踏板突然整块断裂。当时出事故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电梯口这里。好，现在马上看。这个女的还准备过去吓到。对。画面中的这名女子差点踏上这块断裂的踏板，由于当时正值假日，卖场人潮相当多，惊险的一幕吓坏不少顾客，而卖场工作人员也赶紧用推车围起封锁线，派人抢修。这就是个小问题啊，我们已经马上喊人来修了呀，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呀。工作人员避重就轻，但运行中的电梯怎么会突然的断裂？大家那个硬币啊，或者是口袋里面可能有些那个掏东西的时候带着一些螺钉啊之类的撒在这个扶手带上面。初步判定这起意外疑似因异物卡住导致踏板断裂，幸好民众机警，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记者综合报道。